哇，哇，哎呦，外边卖烤乳猪300多块钱，我们花100块钱一只，买了2只，一会儿让胖哥烤，外焦里嫩啊，看看胖哥手艺走着。胖哥母面，胖哥，那个长得有点像你啊，别看它小，但是它肉不少，对呀，它嫩啊也，多好。 胖哥独家鲜里的料整上了啊，先给它腌腌味儿，腌个10分20分30分钟。再拌小时。给它一烫吧，它这个皮儿吧更容易紧实，紧实一点，然后它容易脆。必须用开水烫一下啊。脆吧。乳猪都是那会奶的时候，就不让它吃芯儿，吃芯儿当压那个成本的。这瞧的什么？红醋跟那个麦芽糖烤出来是个好看。 这个皮还酥，脆，嗯，加火了啊！把火烫一下吧。把火烫一下。开始泛红了哈，很快，半个小点，小猪嫩。刷油以后立马亮了啊，锃亮。刷上一遍麦芽糖，开始这个色变黄了啊，正儿八经的黄了，看，滋啦木有啊。这猪不到，但挺肥啊，还便宜。 真的，在外边吃好几百呀！你寻思啥呢？你这么说吧，哈，没有4-500的不用，你不用想了，你吃个烤乳猪，给它上辣椒面一烤，它就香了。这个上味儿了。来孜然放上才上味儿呢。看看这俩小耳朵，哎呀，脆皮声，听到没有？嗯，咚咚响了都。脆呀。可以拿下来切了。已经闻到了肉香和酱香的结合，烟味。啊？孜然，等会儿这……哎呀，孜然味儿上来。 立马就香了，配着干碗的喝2口。好了，上锅，这个猪锅，这个味道，我的妈呀，金黄，上头，哦，听那个脆声，好好的，哦，这声音听着真带感啊，香的，嫩的，嘎嘎嫩，好脆。 烧好味再配上它的嫩味儿，我跟你说，真是一绝啊！汁儿那块儿了吗？这块嫩，这块这里头骨头都酥了，是吧？嗯，骨头都不用吐啊，不用吐。我看你们好像都没吐骨头吧？没骨头。第一锅谁吃了啊？这猪腿儿，下次就别吃了啊！我吃了。啊，这小猪蹄儿吃着也挺多。这后脚，哎呦，流汤了，爆汁了。 用鱿鱼去一掉。哎，哎呦！第一只已经烤完了，这骨头都没剩多少啊！这是第二只啊！骨头都要开两个，我天！别说这么点了，这第二只刚开始烤啊，这犊子烤点地瓜吃。 都在那烤的，一个个的，这不是怕熟了，让人给他抢去，你知道吧？不是，主要是老胖子家里边拿的地瓜，你说大胡子惦记完了，天天翻的，还剩几个了？对，还有5-6块，还有5-6块，还能再烤点回，是。脆呀，确实脆。哎，香。倒木呢？第二个烤的火比较重一些啊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！ 哎，我好像做梦梦着过这一幕，真的。是吗？真的。做梦吃乳猪？能不能吃饱啊？我谁能啊？这个。咋不能啊？两个加起来10多斤呢。那绑着那么一个大腿呢吗？哇！哎呦，这个酥这个。哎呀。我感觉 这两天胡子哥就已经胖了，你看我这，是不是？我是明显上升。小赵是真胖了，从来团队咱到现在。肚子。嗯，真胖了。出来肚子了。胖了。胖了有个10斤。你胖10斤了。只要来咱团队的没有不胖的，我发现。嗯嗯。那时候大胡子刚走的时候不也是挺胖吗？面色红润。你看刚回来那两天，你说这两天又行了。
又支棱起来了。总的来说，这个自己烤的确实是比外边吃强太多了，自己烤的也舍得放料，咱也干净，家里边想聚餐什么的买烤乳猪还便宜，自己就是说按这个料啊倒是没啥，就腌一腌，弄点那个烧烤料一整，很经济，很实惠，很好吃。感谢大家伙支持网吧达人团队啊，感谢关注，拜拜了兄弟们，拜拜。